记者放这边，我们让记者。问题是公民记者，我们做的就是做报道。记者证出来的话，我就让你进去嘛。他说公民记者，我们是公民记者，我们不是记者证。记者证我就让你进去了，不要跟我讲那个了，拜托好不好？谢谢。你可以看，我跟你讲。清楚了，谢谢。他没有，他不能，他不能剥夺我的新闻自由 ，OK。所以我还是要进去，我还是要进去。我在台北市政府就是这样。你们可以，你们不能执行公务，你们要妨害我的人身自由，你们要叫警卫来。没有妨碍。但是我先要进去。没有限制，就把你限制在某个空间，并没有。没有，我在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新闻局五年前，他们就不让我做摄影，但是到最后是叫警卫来，他们也不能就直接妨害我的新闻自由。没有警卫来，那而且新闻自由应该是记者身份。 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进去。我告诉你，记者身份，我们是有记者身份，你可以去看。No， 有这个你们太落伍了，你可以去看那个大法官的记者采访自由，司法院释字第613号宪法经第11条所保障之言论自由。其内容包括通讯传播自白，以及经营或使用广播电视与其他通讯传播网络的设置。公务人员要跟上时代，法律已经改变了，公民记者现在受到宪法的保障。你们不能妨害我们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。这边也只有写说从事新闻采访的新闻人士，他说有包括一般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这个应该都是，你如果说你事先都打电话来，然后说你要来采访这些东西，我相信这些都可以协调。那但是您是临时过来，然后带着没有，我是公民。我今天要上，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跟李志祥李先生承办人说了，他说你到现场你再问好了。到现场。对对对，我告诉他我来这里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之前就有做过全程的录影。对，我不会因为你们科长不让我录影我就不录影的。没关系，那录影那因为我还是要照科长的意思啦。那我要进去了。